郑必昌和茂才，以及他们的前任官员，仅在织造局沈一时一处，贪墨受贿就达几百万之巨。还有田土赋税、盐铁课税，还有运河堤坝工程，查起来，贪墨者更不知多少。不错，他们都是严党的人，不止浙江、两京一十三省。 还有更多这样的人，他们为什么就能够二十多年私行贪墨而愈贪愈烈？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前面，还有更多挥霍无度之人。从大明朝开国至今，亲王、郡王、皇室宗亲便于天下，按照规制，一个亲王一年就要供禄米50,000担，钞。 25,000贯，锦缎40匹，苎丝300匹，绢500匹，纱罗1,000匹，东布1,000匹，下布还要1,000匹，其他各种开支更是不胜凡举。你们算过没有？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，那么多的皇室宗亲，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？ 这些皇室宗亲、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，占天下之半，皆不纳赋；小民百姓能耕之田，不及天下之半，却要纳天下之税。这更是人人皆知，人人不言。就拿浙江而言。 每年存留2米，62万9,000担，可供给皇室宗亲府衙禄米却要123万担。以两年存留之量，尚不能供皇室府衙1年之禄米。北方，安胆年年侵犯，东南倭寇年年肆虐，危及天下。可将士的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。这些事情。 如果只参劾严嵩、参劾严世蕃，能说得过去吗？就像谭大人所言，历来参劾严党者，都因牵涉皇室，反离其祸。我看，恰恰相反，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言，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，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，自行贪墨而不倒。 天下大弊不割，倒了一个严党，还会再有一个严党。严党要参，皇上要建，治君父为尧舜，免百姓之饥寒。君为轻，社稷次之，民为重。这样的道理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？ 谭大人说我偏激，这就是我的偏激。请谭大人将我的这番话转禀赵忠诚，也可以转禀誉王、徐阁老、高大人、张大人。 倘若因此获罪，是我海瑞一人之罪，与你们皆无干系。我海瑞无党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谭纶举荐了你海瑞，终身不悔。 刚峰兄啊，刚峰兄，你这么做，弄得我也得找人托孤了。
老祖宗陈安。还点着灯干什么？熄灯，快熄灯！哎，是不是打量着宫里有花不完的钱？有你们讨饭的日子，黑店里待着去。是，快！到底要干什么？严嵩、徐阶，到底要干什么？要咱们五个人的头呗！杨金水已经下令抓了。上一届金贸局还有宫里好些人，都在查办了。他们还想把事情往宫里扯，往皇上身上扯。大不了宫里这十来万人。都砍了头呗，前面在打仗，国库里又空着，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还要这样斗啊。严阁老和小阁老他们就算做得不像话，可现在还得靠着他们在前面顶着，已经拿郑必昌、何茂才他们开刀了，还要查什么毁堤淹田，查什么井上十四郎，这样赶尽杀绝，你把胡宗宪也扯进来，这家的仗还打不打了？现在置气已经晚了，这样的供词万不能给主子呈上去。你们说该怎么办吧？干爹虑的是，像这样的供词若是呈到主子万岁爷那儿，那便是要逼着主子下决断兴起大狱，可眼下这个时候，主子怎么能下得了这个决断呢？这样让主子做难，那我们这些人倒是真该死了。干爹，这个难咱们得担起来。他们这些个家大业大的，还不如你一个没家的人小事啊。去把供词给我拿过来。可这事儿也不能把咱们五个人全扯进去。主子将司礼监交给了我，这个难就应该由我来担。主子已经有21天没修手脚了。锦儿，干爹，今儿上晌你去替主子把指甲给修了，活越细越好。好，给我腾出2个时辰，别让主子叫我。儿子这就去。不急。海瑞和王永吉审的这2份供词，我得给2个人先看看。陈公公，干爹，您还是叫我儿子吧。啊，你是首席，平时我得尊着你一点，今天我就叫你红儿吧。儿子在。给赵贞吉的吉地你立刻写，问他将这样的供词呈上来是呈何信呢？等我回来再将这2份供词一同800里吉地浙江，命赵贞吉、海瑞、王永吉重审。儿子明白。倘若干爹到时候没回来，皇上问起这个事儿，儿子怎么回话？这几份供词也不能全都瞒着皇上，主子要真问起来，就把赵贞吉和谭伦他们审的2份给皇上呈上去，那个时候我的事儿也该办完了。主子要问什么话不好回答，只管往我身上推就是了。干爹放心，能拖儿子一定拖到干爹回来。打个招呼，这里的事儿有一个字透出去，立刻打死。儿子明白。快卯时了，
立刻叫九醋面局找一坛嘉靖元年窖藏的花雕，搁到我轿子里。我要出宫。儿子马上去办。阁老，吕公公来了。哪个公公？是吕方，吕公公来了。吕方怎么也学会走后门了？啊，去去去去。公公，严阁老，薛阁老，请坐。嗯。这坛酒是嘉靖元年的窖藏，皇上就是那年入籍大统，大家也是那年开始跟着皇上。一眨眼，40年了。皇上这40年不容易啊。严阁老这20年不容易啊。徐阁老入阁晚些，也有10多年了吧？啊，都不容易。哦，至于咱家，皇上身边一个奴婢，更不足论了。咱们三个人虽然职分不同，可喝的都是皇上的酒。是苦是甜，是甘是涩，嘴上不说，肠子明白。徐阁老啊，吕公公请赐教。咱家给严阁老倒了满杯，给自己倒了半杯，给您老也只倒了半杯。您老不会介意吧？严阁老是首辅，朝里的担子都靠他了。我能陪着喝个半杯也是玉分了。可宫里的担子全在吕公公肩上，不应该也只倒半杯。徐阁老说这话，那咱家这半杯也没有资格喝了。这半杯酒敬您老，这两个半杯加起来就是一杯，您和严阁老也是打个平手啊。吕公公这话我万难领会，倘若徐某有什么过错，皇上有何旨意，吕公公请宣旨就是。哎，别这样，咱家就明说了，今儿早上来，皇上并不知道。哦，您坐下再说。我这儿有两样东西，是浙江昨夜800里加急送到宫里来的，我没敢呈交皇上，请二位阁老先轮着看，看完了再说。实在
嘉靖帝洗脚的木盆一律用刚抱好的松木板做成，既不许上漆，也不许抹油，一只木盆只用一次。原因是嘉靖喜闻热水倒进松木时透出的木香。主子，洗脚了。主子，嗯，松柏长青，松香味儿要起喽。主子，咱们热脚喽。好，来。主子，有味儿。什么味儿？主子是仙体，那自然是仙味儿喽。好奴才，你这张巧嘴。主子试试。喝。热。合适。啊。黄简啊，奴婢在。古人说，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。你们扬州有什么好？主子，这是在明知故问呢。张嘴，朕怎么是明知故问呢？不是扬州人，谁敢搓主子这双天下第一脚啊？好奴婢，你以为你这是在夸朕呢？你这是在夸你自己呢？不是夸嘴，奴婢的老家确实是个好地方。都说天子富有四海，可是像奴婢的老家，还有南京啊、杭州啊、苏州那些天堂般的地方，主子万岁爷竟然连一处都没去过，奴婢都替主子委屈。奴婢真该掌嘴了，主子万岁爷又要管着大明的江山，又要修长生不老之道，那些地方都是他们俗人玩的，咱们万岁爷不稀罕。杭州那边最近有消息吗？听说有赵贞吉和谭纶审郑必昌、何茂才的两份供词，司礼监正在归着呢，等归置好了便会呈奏给主子。两份供词有什么好归置的？谁在归置？今日是陈洪当值，应该是陈洪在归着。立刻把陈红叫来。上奏吧。真如郑必昌、何茂才所言，是严世蕃他们叫浙江回敌盐田，还敢通倭，就应该满门抄斩。徐阁老，严阁老的话你都听见了吧？证据何在？这话说得好。何茂才在口供里扯出严世蕃，
又扯出了杨金水，问他证据却说烧了，这显然是在攀扯。一个指使他的疯了，另一个指使他的又没有证据，浙江却将这样的口供呈上来。徐阁老，若皇上看了这个口供，倘若叫您老去彻查，您能查出什么来吗？没有证据，谁也无法彻查。就是这句话。五月新安江发大水，九个县堤坝坍塌，其原因就是杭州府、淳安县、建德县还有河道衙门贪没了修堤公款，为了分红，胡宗宪不得已在淳安建德掘了口子，淹了一个半县，救了七个半县呢。当时就有马宁元、李玄他们的供词，早已是定了案的。现在那几个人都斩了，浙江又扯出另外一个说法，扯出了严世蕃，扯出了杨金水，这都可以慢慢的查，但牵涉了胡宗宪怎么办？东南在打仗，总不成这时候将胡宗宪也荐送京师，明白回话，让倭寇把浙江全占了。此事与胡宗宪毫无关联，也无需牵扯宫里的人，要查就查严世蕃吧。这两份供词是陪审官海瑞主审，陪审官王永吉记录，并无赵振吉和谭论的署名，这不正常。我赞同吕公公的说法，这样的供词万万不能呈交皇上，不止不能牵扯胡宗宪，不能牵扯杨金水，严世蕃也没有理由牵扯。司礼监、内阁应该立刻责问赵贞吉、谭纶，案子怎么办成这样？他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司礼监的吉地由吕公公安排，内阁的吉地如果严阁老不好写，由我来写。嗯，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咱家也表个心意。严阁老几十年喝的都是一杯酒，那就是皇上这杯酒。徐阁老难一些，既要喝皇上的酒，又要喝百官的酒，两杯酒不好喝呀。咱们还是同喝皇上这杯酒吧，啊，两位阁老都喝了吧。不回话，那就不用回了，滚犊子吧。回主子万岁爷，奴婢这就回话，如实回主子的话，只是望主子体谅老祖宗也是一片苦心。谁的老祖宗？谁家的老祖宗？我大明朝只有太祖、成祖才是老祖宗。你们哪儿又找来个老祖宗了？奴婢糊涂，奴婢混球，奴婢这就将这张臭嘴给撕了。不要装了。吕方怎么跟你们说的？都瞒着朕在干什么？回主子万岁爷，浙江八百里加急递来几份供词，吕方只让奴婢将谭纶、赵贞吉的供词呈给主子，
还有海瑞、王永吉审的那两份，他自己带着去见严嵩和徐阶了。好啊！三个人联手瞒朕了。杨金水已经在押往京师的路上，到京以后皇上就会审他，那时候可能咱家连空杯子都没得端了。可是大明朝现在不能没有严阁老，也不能没有徐阁老，只要二位阁老和衷共济，天下就乱不了。就算不是为了自己的身家，为了皇上，为了大明江山，二位阁老还不愿意喝下这杯酒吗？吕方都叫你们怎么做？回主子，吕方叫奴婢用司礼监的急递连同另外两份供词发回浙江，命赵贞吉另外弄两份供词再呈给主子看。好办法，好办法，就照他说的去做。奴婢万万不敢。朕叫你敢。朕跟你说的话你一个字也不要漏出去，就按吕方说的去做，听明白没有？奴婢遵旨。干爹，主子那边怎么样了？哎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回干爹，开始是黄公公伺候主子，不知为何主子问起了杭州的事儿，叫儿子过去。你是怎么回话的？当然是照干爹吩咐回的话。主子起了疑，儿子掌嘴发誓，这才平了主子的气。你们的差也不好当啊。急递写好了吗？写好了。干爹，您看看还要不要再改一改？你写的自然不会错，不用看了。连同这两份供词立刻送浙江吧。儿子这就去发。干爹，这两份供词还是呈给主子看吧。啊，不能看。发吧。儿子立刻去发。干爹，有吃的吗？饿了。哦，我去拿。
修长生，修长生，古来到底有谁是不死之身？回主子，原有彭祖，近有张真人，都是不死之身。彭祖不可信，张真人活了120岁，突然没了踪迹，找了200年仍然没有找到，看来朕的万年吉壤还得抓紧修了。你是跟了朕40年的人了，朕的万年吉壤派别人去，朕不放心，把司礼监的事儿交给镇红，你今天就去看看朕的吉壤修得怎么样了。启奏主子，是让奴婢就去看看呢，还是留在那里兼修工程？好些事儿都是你自己做了主算，这还用问朕吗？奴婢明白了，主子的万年吉壤，奴婢一定督着他们修好。镇红，奴婢在。哎，干爹。传旨。是。严嵩不是病了吗？那就叫他回家养病去吧。叫徐阶搬到那隔置房来，就让他住在这里。司礼监的印你先长着吧。主子，奴婢这就去传旨。杨金水什么时候押送回京？回主子，每天按120里走，要1个月才能押解到京。每天多少个时辰？回主子，每天，每天当然是12个时辰了。12个时辰就走120里路吗？回主子，奴婢明白，奴婢这就派吉地通报，命他们日夜兼程，一准在半个月内将杨金水押到京师。那朕就闭关半个月，杨金水什么时候押到，你们什么时候奏朕出关。主子放心先休，奴婢一准在15天后的辰时奏请主子出关。长你的印去吧。回主子，印是主子的，奴婢哪里敢长，奴婢一定替主子把印看好就是。明白就好。这些日子就不回家了，叫人记住了，再清点一下，看落下什么没有。不要清点了，这就走。是，伺候老爷入阁。
快点搬。砖木石料都够了吗？你们快点。差不多吧，还差一些正从南边往这儿运呢。快点，快点。这是能给万岁爷尽的最后一份心了。哦，我的住处，快点，快点！几位替我安排好了没有？吕公公放心，快点搬。陈公公已经跟我们打过招呼了，你们快点！这点规矩，我们还是懂的。快点！那就多多有劳了。三个元老，一日之间。首辅奉旨养病，次辅奉旨搬进内阁直房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却被派去修吉壤，而皇上在这个时候又突然宣布闭关，各部衙门的例行公事虽日常办着，公文案牍一时却不知由谁票拟批红，大明朝这架巨大的机器似乎突然停止了运转。高拱和张居正有多长日子没来了？有二十几天了吧。出自于累，有好几处还是弄不太明白。徐师傅操持内阁的事也来不了。我想今天是不是叫高拱和张居正来讲讲书？都是皇上派给王爷的师傅，按理说请他们来讲书也是名正言顺的事情，可今天是不是不叫为好啊？有些话臣妾也不知当说不当说，再亲也亲不过身边的人。你们家那么贫寒，好不容易父皇恩赐了十万匹丝绸，因为我又都退了回去。我那时又在气头上，就那么说了你几句，事后也不是滋味，你却一直挂在心里。像今天遇到的这件事儿，祸福全然不小。坦伦他们在浙江也不来个信儿，吕公公又突然派去了吉壤，徐师傅、高师傅和张师傅都见不着，面前只有个你，可又连真话都不敢跟我说。说句灰心的话，不幸生在帝王家呀。我才说了几句，你又这个样子。王爷千万不要这么说，以前的事都是臣妾的错，千条理万条理都没有跟王爷使性子的理。王爷今天这样说了，往后有什么话臣妾都会跟王爷直言。譬如眼下这件事，王爷的心思臣妾也知道，王爷心里揣着我大明的江山和百姓。那既然这么久都熬过来了，
徐阁老、高大人和张大人到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。好些事情你想他是这样，不想他也是这样。只有一条王爷一定要记住，父皇只有王爷这一条根，祖宗的江山社稷终有一天要靠王爷担起来。王爷千万不要把什么都放在心里，伤了身子。臣妾要是说的不对，就当臣妾没说就是。说得好，说得很好。往后有什么话，都这样跟我说。啊，听你的，我不再想了。若是看海阔天晴，